名人獎嘅2018頒獎禮啱啱完成啦，而喺我身邊嘅就係黎姿瓊，而家啱啱就係攞到呢個今年嘅年度演員獎嘅，咁啊得獎嘅作品咧就係馬克文2018鄧少平嘅工作室嘅作品。阿青頭先喺舞台上面即係都有一啲得獎嘅感言啦，仲有啲補充喺呢度想透過咧我 live 同大家分享下嘅咩？我覺得我睇過呢個馬克文嘅觀眾應該都認識歷史好多好大膽新嘅嘢，可能啊未必個個都明白，但我諗我哋成個團隊都係好 support 呢件事，同埋係可能一開始就算我哋未知，但我哋 feel 到老師係佢係一嚟就講之前有咩諗嘅，然之後就 present 佢嚟緊要點樣做。是令我們是一不是我們要做得更好更充分，有很多東西第一下我們聽到都是覺得蛤有沒有可能啊，就是很多人都老師真的是但是我們的時間不是很多，但是要即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但是我們做了很多我們以為未必可以做到的事，還有最重要是入面我們整個團隊公司有一些很想講的東西，他都嘗試將它擺進去，即例如葉家的即 他覺得即最後梁振東的葉家的舞台葉家的藝術應該是怎樣的一個面貌，他怎樣擺在這裡等大家即最後大家經歷完整個演出，大家有嘗試去思考這些的嘗試，我們都想回都會覺得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同埋係即係幾辛苦都好，即係嗰種衝勁係好難得嘅。同埋依個作品對我個人嚟講都係好特別嘅，就係、是、佢再次逼我買長角啦，係啊，再次逼我買長角去挑戰自己啦，同埋係佢即係。去過很多地方，即係成個團隊都很多的見識咁樣，係好難得嘅。亦都聽到其他地方對呢個作品的感受，亦都令我哋更加思考我哋下一步嘅作品。其實我哋今年嘅入圍作品咧，阿青都參與咗唔少嘅，係啦，包括有《卡森德拉》啦，係咪有《最好時光》啦？咁嚟緊仲有冇啲咩角色你覺得真係都想挑戰下，或者係嚟緊嘅嗰啲嘅計劃，係今年有好多唔同嘅部分你自己都想試一下嘅咧？或者有冇一啲之前未做過又想俾我挑戰自己咧？我會繼續做馬克白噶，你個馬克白咪都會重演啊？好似係啊，馬克白將會去廣州啦，係咯，台灣啦，幾多唔同地方，跟住會去上海，上海就另外一個 cast 咁啊。但係我會覺得，講真的，我以前我都唔怕講，以前泰特斯不斷分咧，我係有少少疑問。馬克白唔係因為馬克白嘅作品，而係我覺得而家大咗咧，明白一個作品嘅重點咧，無論對個團隊、對個人、對個作品嘅意義，其實係好難得，係你想象唔到咁難得。台前幕後行政人員做咗幾多努力先啦？你作為一個演員，你喺每次嘅過程當中，你可以更加再發掘做好啲。這個機會係幾咁難得？當然做到新戲好難同一定，一個演出可以去唔同地方重演，我而家即係就去廣州接咯。係啊，亦都期待緊喺香港有機會。深圳，我哋 live 啊！恭喜啊！恭喜！佢特登捉住我咧，我嗰條片等你嘅喎。你之前想睇喎，佢唔知道佢。我知。之前係有啊，睇咗啦。啲油喺度。係，好似今日就著住衫。我咪繼續可以捉其他人咧。點解你咁嘅？多謝你啊，請我捉第二位啊！真係好嘅。